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是6月23日，我们今天看一下，今天的话是属羊，羊以什么六合寅马啊，这个包括这个亥卯未以这个亥卯未以猪，所以今天这个最旺的两个生肖是马和猪啊，最凶的对吧？那当然是丑牛啊，这是丑牛啊。我们今天就看这三个生肖啊，这个是最凶的，这两个是最旺的，具体看一下。丁火生酉火业啊，这明显是一个火格，火格生强啊，木特别旺，所以我们今天行的是这个木火格，木火格。从五行上具体来看一下木火格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选出最旺的三个生肖，第一个是马，第二个是猪，第三一个呢是最凶的，这个是牛。我们从这个马里面选一下这个木火格，马的木，对吧？21，马的火45。然后选一下猪的，猪的木04，猪的火28。选完这个马和猪，我们来看一下牛的，牛的木没有，牛的火是14。那既然今天最旺的是马和猪，我们再从马和猪里面选一个凑字，对吧？随便选，就选这个终结者，13号还是是9号还是33？那选33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数字呢就出来了啊，这六个，21、04、14、45、28、33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